在美国职棒大联盟，太空人继续在主场迎战天使，先发加上牛棚投手合力开晕了天使打线。光圈军团上场的打者，无论是先发还是代打，通通都被 K 过了一遍。全场总共是收下了20次的三振，也追平了 MLB 的记录。中场太空人呢是以4-2击败了天使，拿下了3连胜。太空人和天使系列赛最终战，先发左投 Valdez 在二局上就先挨了 Rendifo 一发阳春弹，但 Valdez 立刻回稳，展现 K 功。Swing and a miss, strike three call. Swing and a miss, threw him another curveball this time. 紧接着三局上 ，Valdez 又被天使攻占上二垒，却没能挡住大谷高超的打击技巧，再丢掉第二分。不过太空人打线活力不可小看，尤其是他。That ball smoked to right field, all the way back. Taylor Ward, that ball's gone. Jeremy Peña 开轰先追回了一分，而且五局上太空人也靠着守备默契帮了 Valdez 大忙。天使 Taylor Ward 在安打上垒后，还在跟阿杜贝挤眉弄眼，看到了阿杜贝将球传向了一垒，还以为在开玩笑，想伸手接，完全没查到捕手 Maldonado 已经悄悄进到一垒补位，将他出杀。漂亮的默契再次激励了太空人的攻势，靠着阿杜贝适时的安打，将分数扳成了2-2平手。接下来就看太空人投手区的表演了。Strikeout number 20. E K 接着 E K， 光圈大线成了人体电风扇了。Valdez 投了6局，送出13K， 牛棚也接力送出了7K， 总计全场送给天使20张的国王笑脸。无论先发还是代打的，全被 K 了一遍。九局下，本场已经有开荒的 Peña 决定让大家不用加班了。And Peña drives it pretty deep to center. It sends back Trout, still going back at the wall, looking up. See you later. See you later. 再见两分炮，太空人就以4-2气走天使，不但让天使收下3连败，单场吞下的20K 也追平了 MLB 纪录。华视新闻杨志富、杨一佳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